好，嘿 ，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一个开箱影片，这是什么呢？看这个外观来看，情形来看，上下左右来看，这个长度看起来是不是像个键盘啊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开箱再说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外观轻轻的啦啦，大力的撕下，哇，耶、yeah ！看见了没有？其实重点是这个啦。啊，我们今天要开箱呢，就是开箱这个泡泡，捏起来超爽。啊，铁修罗啊，这个保护先拿掉。铁修罗克隆式机械式键盘，哦，不是克隆式，克隆键机械式键盘，抱歉说错了。原来这才是正面呐、啊，抱歉，我一直以为那是正面。死鬼难带。哇，哇哦！是可以呢，我买的是黑色的、啊，哦，它有分黑色跟白色，我的是黑色的，哦，长什么样子呢？嗯，据说这个键盘的重量还比一般键盘重，大概我摸起来2公斤重有，哦，那它的样子长这个样子，哦，按起来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舒适，哦，是可以难带哦。那它的特征呢是矮短键设计，各位兄弟们有没有看到它的键盘侧面周围呢？有没有？还蛮短的，有没有？这是新短键程设计啊，这种触发毫秒快感啊，人家可能按下去要3-4秒，这个按下去0.几秒、1.5秒就直接发送过去这个讯号，这轻走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那它跟一般键盘的按键呢？矮短键键盘差别就在这里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同样是 ESC， 但是呢，它的矮度跟它那个它的高度就不一样。那它有搭载了1680万的自定灯光啊的 RGB 灯光还不错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使用说明书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它这边都有使用说明，上面这说明就有一则就有提醒啦、啊，啊，这老头专用的机械式键盘啊，这个所有人都不得使用，因为老头实在太帅了，所以说呢，可以获得这种特殊式的机械式键盘，说得非常好，没有错。我记得他好像哎、欸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 USB， 它是没有，它是可拆式 USB 键盘，感觉布利亚不错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应该是没了吧？没了吧 ？OK。丢，来，这是跟我们一般的键盘比看看啊，比较轻，大概50公克而已。这个呢，恭喜你是个男的，3000克，超重啊，让你的键盘比较不会这样拖移啊。两边的声音听起来键盘不一样吧？这是一般键盘的声音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是机械式键盘，轻走了机械式键盘的声音，感觉不错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做一下替换动作，稍等我一下，我们看。插这个地方，给它按上去，去了，哎、欸，还没去。好，插上去了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一般键盘的那个插头拔下来，我们切换这个键盘看看。OK， 我已经插上去了，不过好像哦，亮了，是给难的哟。这键盘可以滚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键盘上面呢，它的灯光效果，它是可以再加个一些特效炫技之类的、啊。有没有看到这 Auto 旁边有一个 FN 有没有 ？Auto 旁边这个 FN 呢，按下去之后呢，按的上或是下，可以调整灯光的明亮度。各位看见了没有？它总共有8段变速啊。什么8段变速呢？我按住我的 FN， 按住之后呢，往右边按一格，有没有发现它停了，它不亮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是第一种模式。哎，没有，这是第二种，这是第一种模式。第二种模式是这个。它现在是不管是按什么键盘呢，它都会稍微亮了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我按这个它就亮了，按这个就亮了，各种亮有没有？再来呢，我们就展示这个呢第三种的模式，它总共有8种哦。再讲一次啊，这个键盘还蛮有趣的，可以以你自己个人喜好。FN 按下去再按右边第三阶段按下去，波浪，看见了没有？你按哪一个地方，它是从哪里波浪？第四种模式呢，就是局部的亮光，你按哪个地方呢，就有局部的亮光，死狗也难带，超酷！按下空白键，
亮给你看。第五种模式，第五种模式呢是单向的单向的那个水波那种感觉，啊，可以让你在夜晚看起来更潮啊。你们就觉得说哇，这键盘按到哪里波到哪里啊，要把妹就用这个键盘，没有错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就是知道，就是全亮模式。有没有看见？它会一直不断的闪耀。那它这每一个模式皆可调整亮光度。如果你觉得在夜晚使用太刺眼的话呢，是可以使用啊，使用这个亮光度把它做个调整。全彩虹模式，看见了没有？死狗也难带，超酷的，有没有？给你们看一下侧面，超漂亮。不是我要讲，这个键盘，哇，超爽的。不管你心情再怎么不好，打什么游戏，看了这个心情都会很棒。然后呢，把大小调小一点，这是最小的。啊，如果你想要让它更刺激的，调到最大，好不好？包准你绝对啊，看了这颜色七彩霓虹灯，心情就会非常的好。按右边，各位看见没有？最终的模式就在这里。这个电竞模式有没有？它还有分这边一二三四五六，再来。QWERASDFTAP B 回程，让你回程用的，有没有？超猛的。然而呢，它这个东西呢，还有就是一些调整啊，像是小细节锁键盘啊，或者是说切换成一般的键盘模式跟游戏模式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，像是调整灯光颜色呢，这个都要去他们的官网下载它的驱动程式。啊，才可以进行做任何的调整。那这个我就不多做展示了，因为这个更细部的东西。那我今天用了这个键盘，只想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多酷炫，超酷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我想我已经爱上是这个机械式键盘了，实在是太棒了，超猛的键盘。哦，那它的短，它最主要的还是一样啊，总行程 3.5mm 啊，铁修罗的克隆键机械式键盘。啊，那它的独特的迅敏轴设计非常的 OP， 那就感谢你们今天的收看啦！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开箱文再见啦，拜拜！哦。